嗯，你现在是有那个连接，还是只要录音？我要录音，我只要录音，他要，因为那个没来，我要录。可以，你稍微放上去。对，这样录太大。三女开始录了吗？啊？你就大声点吧，你现在开始录了是？你可以录了吧？好，我要开始哦。好，拜拜。我们上课，我们上这个第五章。哦，今天应该要上到26页。哦，因为礼拜五只上到26页，上超过的话，应该会上超过了，因为就录影嘛。一直录下去，好吧？如果没有录影的话，乘上26页。现在因为礼拜今天有没有办法来，上晚上要上实验课，然后礼拜五他要早上也有课。那这录影应该放，大概只会放到礼拜天就会拿下来，就会下架。好吧，如果你还要再温习的话，就回去自己看一看。礼拜天就把它下架。那么看第五章，应该看得到。哦 ，operational improvise， 那顾名思义哈、哦、，operational 就是都在做一些数学的运算。那这一章算是比较简单的一章，就是说在电子学也会学到这一章，但是电子学是比较看重里面的一些里面的怎么去制造这个，怎么去制作这个 operational improvise。好、哦，那这个都包含这个 introduction， 这可以全荧幕吗？还是全荧幕？再弄弄下课、哦、包含这我们包含这个快快的包含这个 introduction 的、哦、然后我们来介绍这个包含这个 introduction， 然后包含这个 OP amplify， 然后包含有它就有两块、哦、一个是 idea 的 OP， 还有一个是 non idea OP、哦。那我们后面大概着重会在 idea OP， 那没有任何东西是 idea 的、哦。但是因为这个 OP， 如果你考虑 non idea 跟 idea， 结果差不多，但是 non idea 非常复杂、哦。那既然我讲说它是运算放大器，有没有？它其实这个 OP 它本身是类比的，类比 IC 里面用到的，那也有数位的一些这个数学的运算，这是主要着重在类比的运算。那运算放大器包含什么？就可能包含着地震是不是？所以该跑了是不是？先放台风架，再放地震架。还应该不用跑对不对？三楼还来得及。还蛮大的哈，三个六月画那么大。好，没事。好，那 OP 有没有？我们就包含这个会介绍这个，它一些运算。我这样讲讲讲，他们应该收到吧？好 ，OP 我们就会有这个 inverting and profile。inverting 就是说哈，它这边都在讲它的运算哈。inverting 就是它的意思就是把讯号做反转，然后再做放大，对的哈。然后 inverting improvise 就是讯号不做反转，但是做放大。那 Sony 有没有 ？Sony 就是它可以做加法器，然后它可以做这个减法器 difference improvise， 然后它也可以做 cascade overlay， 我们之前会看，它可以串在一块的，可以做说我可能要跑几个倍数向下的，更要好几个向下的。那这边还有一些这个积分器和微分器没有讲，因为积分器、微分器要用到这个。地形元件、电容或电感，所以他就不再这样讲，他应该是在下两章才会讲到，在 force order 这个设备，那个第七章吧。所以说，那从后面看一下哈，那其他本身就是在做加减乘除的运算，但是它属于类比讯号加减乘除运算，不是数位的。哦，所以 OP 它本身是在类比的这个 IC 或类比的设计中蛮重要的一环，大概是这样哈。
那我们来看哈，那 OP 有没有？它本身是一个电子元单位元件的哈，单元啊，怎么叫单元哈？它的行为表征哈，像一个 body control body source， 为什么？因为你刚我们讲说有放大器嘛，它其实是把这个电压的讯号做放大，所以它可能有点像说是一个你输入有个电压，然后去控制什么输出有个电压源，所以是 body control body source， 它行为表征像这样这个形态、哦。那本身是一个 active circuit element， 表示它会产生能量，哦、它 generate power， 那这个就不看、哦、然后 widespread use 的带通，大部分在类比的设计上面会使用。再来是，我们待会介绍这个 IDOP 跟 NIDOP， 那最后会着重在这个 IDOP， 后面都会讲 IDOP， 但是一开始会讲NIDOP 它运算上的复杂度、哦、然后那在分析这个 OP 电路的时候，就是说 OP 本身是一个元件，那元件可能跟别的元件接起来才产生一个电路。那在分析这个 OP 相关性 OP 元件电路的时候，通常会用节点分析法，我们待会看、哦。那我刚才说它本身是可以做 inverter、哦、就是反向、哦、把讯号纯粹做反向，也可以不做放大，那也可以做什么 voltage follow， voltage follow 就是说、哦、我讯号不做反向，只放大一倍、哦、把它放大一倍叫 voltage follow。 那这个用途很多东西时候是用在这个 impedance matching， 我觉得你阻抗不匹配的时候可能会用到 voltage follow。 另外它也可以做一个 voltage follow， 有时候也可以当成 delay，这个当成一个 delay 的 device， 就是你想要讯号延迟一段时间。我们在外面看到那 summer 有没有就加法器，然后还可以做什么减法器，然后它也可以其他的，这边后面我们就没有碰到了、哦、它可以做 digital analog converter 数位类比的转换器，然后这是两侧的、哦、啊，没电了Jason 的 Pat， 这是谁？拒绝好不好？然后这个大概这样。Jason 是我 学生吗？应该不会是，因为这个账号是他的，因为他要录，他要放。我录的话就我放了。OP 有没有？它本身是一颗 IC 的、哦，它是一个 active circuit element。我想说，它是在动的这个 mathematical 的 operation， 加法、减法、乘法、除法和微分，对吗？哈，那我们先看的这边几个而已，这也不能把它动的。那一般的这个哈，这个内部的 OP 大概长这样子的，哦，它大概八个角位，哦 ，OP 741，哦，这个蛮典型的一个 OP。那它大概内部的，这是内部的 circuit。大概长得这么复杂，这个我们也不会涉猎，好不好？可以吗？好，这电子学可能也不会完全涉猎，但电子学可能会讲这些的放大，什么 class A， 有没有？这个可能会讲 differential amplifier， 有可能会讲到，你把它全部兜起来，反正还有个 current mirror， 电子学应该会讲到 current mirror。然后本身有没有就会有八个角位？那八个角位里面有没有？有几个角位是用到的？第一个，它有两个 input 的角位。input 就是有这两个角位，我们在后面看它的什么，二三这两个角位，那有一个叫 inverting input， 一个叫 non-inverting input， 所以它有两个输入段。那说一般而言 ，OP 很像是 differential profile， 很像，也不一定完全，因为它就是两个讯号，好，有一个是 inverting 的，那 inverting 顾名思义就是这边输入的话会把这个做反向，那这个输入的话这个不会做反向，好，然后会有 output， 就是六那个 output。那它本身可以，那个它的电压 swing 可以在这个正负，所以它有两个电压源，一个正电压源，还有一个是负电压源，就是七角位 VS 正，然后一个四角位是 VS 负，哦，这大概这五个会用到，其他大概用不到。那这五个里面可能这两个用到，在分析的时候大概只会用到两个 input 的，还有 output 的，那其他角位不用管它，对了哈。那这是内部图啦，如果有兴趣以后做类比 IC 的话，应该就会碰到它了。如果跟老师做类比 IC 的话，不是跟我了，跟其他老师做类比 IC 的话，可能就碰到 OPC 示意。好、哦，那典型它长这样子，哦，就有八个角位，好、哦，有脑大概五个角位，那其实只有三个角位，二三有没有是 input， 六是输出，
七和四有没有？是那个 power supply， 哦 ，B 正 B 负的 power supply， 哦，来看，看是怎样。那一般而言，不会画成这样，在正在课本上或者在实际的分析的时候，太累了，不然会画成这个样子，一个三角形。好，那前面这两个是这个输入端，哦，一个叫 inverting input 端 ，inverting input， 还有一个叫 inverting input， 然后它分别会叫个负正，负表示这是 inverting input， 正表示什么？然后 inverting input。然后这边有两个小位是 V 正和 V 负，可以不用管它。然后就是 output， 所以大概用到二三和六这个小位，二三和六个这个小位。好，那大概它会长这样子，好、哦，这个就是它的实体图，哦、大概就这块，有没有？然后这边的话就输入两个这个电压源，然后这两个 input， 然后这进去分别有些，这个是我们前面学的了，就是说你把它这个圈起来，有没有？哦、这个大概用不到，橡皮擦怎么那么小？你把这个圈起来，把这个这样圈起来。那这会满足这个 KCL 可以吗？所以 IO output 有没有就会这四个输入的电流用也用不到了，好不好？只是说你大概知道这两个这样子，这个 VCC 倒是这两个会用到，这个数值会决定一些东西。好，那它的等效电路大概长得这样子，哦、它的行为大概是有一个三角形，哦、三角形有两个输入端。这个输入端有没有、哦、有一个，它就写个负，有个正，这是它的跳电路。它、啊、这是怎么来的，我们就不管，可以吗？你就把它想说是刚刚那个很复杂电路有没有，最后被增加成这个东西，对吗？你照搬这一块就好，好吧？那它就是什么？你用两个输入端，一个是负的，一个是正的输入端，然后中间会看到一个什么？他们俩中间画一个等效电阻，叫 Ri， 对吧？然后这边会有一个 voltage control voltage source 在 output 的这一端。你可以把这个看成是一个什么戴尔的电条电路，包括端戴尔电条电路，它是一个过程中过去收拾，然后这边把它包，可以吗？然后这边有 A 倍，可以吗？那这个过程中过去收拾有没有会把什么讯号做放大呢？会把这两个之间差值做放大，差值就是什么 ？V2 减 V1， 可以吗 ？V2 减 V1， V2 是正输入哈，负输这边是负输入，就是正输入跟负输入的压差，它会把它做放大，可以吗？放大后然后再出去，所以它本身它行为是一个什么？它是一个 voltage control voltage source 的元件，对吧？那一般而言哈，这些名字，第一个，所以要讲说这个 VVD 有没有？就是 V 负减 V 1正的，然后 inverting input 减掉 inverting input 压差，这就是 VD。那 V 二就是把它做放大，对吧？那如果这边都不接，就是我这需要进去，对不对？它就会把它放大，对吧？那这时候这个放大是 A 有名。它本身的，它的 open loop voltage gain， open loop voltage gain 的意思就是说我做任何的 feedback， 什么叫 feedback？ 因为 OP 通常接的时候不会这样接了，这样接的话就有特殊的目的，通常会有一个 feedback， 我们这回收会接一个东西，接起来那些要不是回收嘛，对，负回收啊，正回收，通常回收都是负的，它可能是为了这个电路的 stability， 不然会爆掉。本来它正常的是接一个回收，那如果都没有接的时候，就会有gain这个 A 是等在内部的 gain， 对吗？对啊，那要知道后面就有接回收，所以它有名叫 open loop 过去 gain。如果接了回收之后，那个 gain 会叫 close loop 过去 gain， 但是不是 A， 哦，因为这不接的时候本身有一个 gain， 叫 A。好，那这个东西有没有？它有些这个电路，这个等效电路它有些特性。第一个。它的输入电阻有没有？就是 Ri， 这个 Ri 会非常大。哦、Ri 的 idea 会跑到无穷大去，看到哦。那这个 Ro 有没有会跑到零去 ？idea 我想 idea， 那 A 有没有也会跑到无穷大去？这可以吗？它本身这个 Op 有个这个特性。那你还想说哦，如果它本身是 voltage control voltage source 有没有？通常这个 Ri。因为它既然是 voltage control voltage source， 对不对？你需要输入端的电压有没有？全部快在上面。再讲说，因为你今天有一个电压是不是输入了？你想把这个电压做放大，对不对？那如果这个电压本身一定会有内阻，对
跟这个 DIN 是某个元件过来的，它就有内阻。那内阻有没有一定会把这个电压，它本身电压分掉一些，对不对？假设这内阻很大，它分到身上的电压就非常的非常的小，对吧？所以如果确保要确保这个电压吃掉全部，是不是？所以这个内阻要很大，对吧？所以这个它内阻非常大哦，这个内阻非常大，放入五重大，来电是五重大。那这个 A 有没有？它本身是放大器，所以你希望整 A 这样 ，A 要很大，可以吗？对不对？那它是 voltage output， 它是 voltage source， 它是外面的电压，对不对？那外面电压有没有？这个是什么？输出的内阻，对吧？那如果这个电压给外面，它希望它自己内阻怎样？要小，所以是 R 型，对吧？所以大家去理解这个本身这个电路的设计，就要设计一个 OP， 做一个 IC 的话，那实际上大家不可能无穷大了，好不好？那这样真的很大，好不好？好，就是说。这个 open loop gate 有没有大概10^15到10^18，这很大哦，这非常大，大家想看多大？这很大。然后这个 input resistance 有没有？大概是10^15到10^13，那后里这大概10到100，因为就是在相比较的话是算小的。那后来大家假设它是，那 spontaneity 大概是在5到24伏，那就是正负5到正负24伏，看你到时候怎么接的，可以的。假设你的 spontaneity 是接负5到正5伏。那表示你的需求就可以在什么，在负5到5之间做 swing。如果你是负20到20的话，就可以负20到20之间 swing。好，我们大家看一个，要看这是说明的哈。好，那一样介绍完哈。Open loop voltage gain 就是那个 A。我刚刚讲这个 open loop voltage gain 就是 gain 没有任何 feedback 的，就任何不接任何东西的。哦，它的 gain， 它 gain 非常大哈。那 close loop voltage gain 什么？就是 gain with a feedback。对吧？那所以 open loop voltage gain 其实就是说，这个 VO 跟这个 VT 的关系会有答案，可以吗？那有 close loop 就是说，我把这个接起来之后，假设我接 feedback， VO 跟 VT 的关系也会有个答案，但是它不会是 A 的，可以吗？哦，那就算出它的值，所以有个 close loop voltage gain。那我们主要大概都是用这个 close loop voltage gain。哦、有时候不接只有一些情况了，后面会介绍到。好，那我们来看、哦、那 OP Amplifier 它有个操作的模态、哦、假设我们今天把它这边画报，这边画录影应该看不到，对不对？只好坐在椅子上画，好吧？这个、哦、假设、哦、这个是 VD、哦、就是刚刚那个画出来这个，这边是有个 VD 嘛，对不对？然后这边会有个 VO 嘛，那我们刚刚是不是这边接了一个这个 A 的 AVD 嘛，各位，然后这个来看它、表现哈，因为你知道这个 VO 是等于 AVD， 各位，那你想象嘛哈，那我有两个 power supply， 那 power supply 如果给的是负5到5伏之间。那你的 output 不可能超过负5跟5伏之间，那你就发了，对吧？你可能就发了，好不好？还有 saturation 率，好不好？就是说你 power supply 是负5到5伏之间，对不对？你的 output 就会被抑制在负5到5伏之间，超过的话就会被讯号被截断。做实验的时候有看到这个讯号被截断的现象，可以吗？所以这 output 已经被控制在负5到5伏之间。那如果这个 supply voltage 是负20到24，那你的 output 就会一直在负24到24之间，可以吗？那在这个中间里面都会做放大动作，啊，管它，我就在那边画一画，好不好？但那个好小，好难画。我觉得我在黑板上画了哈，你这是 VO， 这是 VD， 有没有？那我们现在照 VO。AVD， 对不对？对不对？那我现在有 output， 我的 supply voltage 是负 VCC 到 VCC 之间，假设也许就是5伏，对不对？那根据倍数来看有没有，对不对？对不对 ？VO 在 VD 在什么之前，它还可以做线性放大，就是在负5和5伏之间。那表示什么意思？它最多可以到多少？可以从 VCC 减掉什么？除以 A，可以吗？因为这是直线关系了，可以吗 ？VD 最大可以到多少？
V C G 所以什么 A 啊 B 啊，在这之前都是线性嘛，所以它可能在整哪里？它可能在 V C G 除以 A， 到那之前都还是线性放大。可以啊，在这个范围内，因为你斜率是 A， 这斜率是 A 嘛 ，slope 是 A， 对不对 ？A 乘上 A 乘上 B G 除以 A 就到 B C 了嘛 ，B G C。在过去它要冲过嘛，一路都要冲过，对不对？但是因为 separability 不要做，最大就是 V C C， 有没有？它的 output 信号就被抑制住，对吧？会被钳制在 V C 这个范围 ，OK 吧？对各位。假设我真的是线性放大了 ，V O 等于 A B D，A 是十的一半，五八次方好了，好不好？是十的八次方，是不是？它应该是一条直线嘛，对不对？它会这样直线出去了，对不对？但是因为你的 separability 有限制，对不对？所以它过了，只要 output 超过这个渠道，直接被钳制截掉了。所以哦，在这个范围内。在 A 除以 sorry， 在 BCC 除以 A 负 A 就是 input 的、哦、就是 VD 在负 C 除以 A 负 VCC 除以 A 到 VCC 除以 A 之间，它会线性放大，它会把线性做放大，对吧？你知道在这个点满出来就线性放大，所以这个有个名字叫 linear region， 就是这个，它操作在这个 linear region， 对吧？那其实就是 VD 有没有？大于 B 负 BCC 除以 A， 小于 A BCC 除以 A， 对哈。那如果超过这个范围 ，VO 超过这个范围，它就会被抑制住，各位。那如果 VO 过大，正的过多，它就会被 output 就会抑制在 BCC。如果过小，它就抑制在什么负 BCC， 对吧？那你不要看这个这边线性区域哦，这线性区很窄。如果这样接的话，非常窄，为什么？我举例啊，假设你这个 VA 是多少 ？A 十的十的八次方好了，各位，是不是？假设 VCC 是五好了，各位，所以那这个 VCC 除以 A 多少？五除以十的八次方，对吧？五乘上什么？十的负八是多少？五乘上十的负九，是不是？这是什么？这是 narrow V 哦，对，所以它只能操作在什么负五十 narrow V 到什么五十 narrow V 之间，可不可以？那这个讯号超级小，对不对？有没有很小？应该很小吧？还量不出来，对不对？就是，所以如果 open loop 的话，这个区域非常的窄，可不可以？但你会说，老师，那这个讯号这个就没有用啦、啊？当然没有用啊，因为你的目的是要把讯号放大嘛，对不对？就是说我会把你放大，是不是？但是你的操作范围在这边，是不是？可能 noise 的还比你大。哦，但是它有个用途。如果这样，它就会出现一个用途。它本身如果在 open loop 可以做这个比较器。什么叫比较器呢？就是我现在有两个讯号进来了。我现在在这边有两个讯号进来。这头端这边两个讯号进来，可以吗？那如果这个讯号比它大。那 VG 是不是正的 ？VG 是正的 ，V 只要正一点点，它就怎样会跳哪里？会跳到 VCC 去，对吗？因为它只要像这个 case， 只要比它带大50 MV， 它就跳到什么 ？VCC 嘛，是不是？那只要这个 VCC 是负的，负一点点，对不对？是不是？它就跳到什么？它就跳到负 VCC， 各位。所以它本身可以做比较器，它比较什么？比较这两个讯号进来谁大谁小。如果你都不接的话，就说这个讯号大，它就跳到正的；这个讯号大，它就跳到什么负的，可以比较这两个讯号大小。所以有时候 comparator 可以用这样去做，我猜有它的用途了，好吧？这可以吗？好。所以说哈，那所以说表示说你在 open loop 的时候有没有？它用途其实不大，为什么？因为它可以的，因为你的放大器就是要把讯号做放大，但是你的线性放大区域非常的窄。所以你表示你可以操作讯号的区域非常的短，那没有用，可以吗？那我也可以用可能做这个比较器，所以在使用的时候一定是会加这个 feedback， 哦，就会加个 loop。那这个要注意这两个哈、哦、，saturation 哈、哦，这个很重要，就是说有时候在这个
解问题的时候、看问题的时候，常常会忘记这个 saturation region， 可以吗？你只有被它被抑制住，就被抑制住了。你要知道它不能超过，可以吗？就是说假设它的电压源是负五到五伏，你不要output 会有个十三伏的、六伏的，那都是错的，因为它会被抑制在五伏之间，超过的话就被截断，所以称之为 saturation。好，那我们来看这个。那一般来分析这个 OP 的时候，一开始先分析 non-ideal 的，就是我现在有个电路，我要分析 non-ideal， non-ideal 很烦。好，我们来看这个，就说现在有个 7C OP amplifier， 它有一个 has open loop voltage gain， 就是说这边有个 gain， 它本身有一个二乘上十的五次方这个 gain， 然后 input reference input resistance 是两 mega ohm， 那 output 是50 ohm， 就还是给你的 non-ideal 的。然后 OP amp 有没有哈？用下面这样去接，它怎么去接呢？就是这边是一个71的 OP amp， 它从有没有 output 端接回去，接一个什么？接到这个负的代表 inverting input， inverting input 接一个20 k ohm 的接到 inverting input， 对吗？然后在 inverting input 有没有给它一个输入电压？那就可以看是前级的输入电压，前级的带入哪条电路，对吧？它会有一个电压源，然后串接它一个电阻，把它接起来。好，然后呢，同时它把这个正端有没有？然后你会接地，可以吗？这就是完成一个电路，对吧？那这就是你后面会觉得第一个电路用到你会听的口传。这个会 VO 会把这个东西放大两倍，但是会成负号。我们大家会看好不好？好，我们先看。假如这样，你有这个图之后，对不对？你有这个三角形。我右边就有三角形的等效电路，是不是？我可以把这电路挂上去，可以吗？把这边取代掉了，我去分析这整个电路，可以吗？那把这个，反正本身这七 G 本身就是两个电阻嘛，一个什么感应电压源嘛，是不是？那我把它接起来，我是可以用我前面选的这个 KCL、KVL、Mesh Node 的 NC， 看你要用的 NC， 可以去分析什么 VS 跟 VO 的关系，就可以了。我们要分析这个东西哈。好，他需要你把这个算这个 current I 哈，哦，他这边这个算这个电流，他在这个 VS 是两伏特的时候，还有需要找帮我找出这个 voltage gain， 就是这个 output 跟 input 的比值。我们来看他怎么解哈，这个解有点麻烦，然后我们开始，我就把这个电路哈转化成这个电路，可以吗哈？这个电路，那前面这个就是刚才两个接的电阻。中间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荧光笔？这荧光笔，中间这一块有没有？就是那个三角形的，可以吗？就是这个三角形，好不好？这个三角形把它放到这里面来，这个哈，会长到这个样子。哦，你要分析这个电路，那我们分析有没有？我们可以用节点分析法，我们不要算这个 VO 跟 VI 的关系嘛，我们要算这个，我们要算这个 VO 有没有跟这个 VS 的关系的，好不好？可以吧？那我们先看这个哈，我们用节点分析吧，这边只有两个节点嘛，那这点可能看用不到，先不管哈。我们先看这个节点在节点一的，就用你前面的这个流入的电流等于流出的电流嘛，那流怎么算呢？流入是不是 VS 有没有减 VY 除上 10K 好、哦、十乘上十的三次方好、哦、那等于呢两流出呢一个是什么是 VY 这是 VY 减掉这个零 VY 减掉零除上这个 RI 两 mega ohm 这第二个式子对吗那第三个它加上什么加上等于 VY 减掉 VO 有没有 VY 减掉 VO除上这个电阻，可以吗？那现在是不是有两个，就是有 V1 VS VO， 可不可以？那我要目的要算这个 VO 跟 VS 的关 ，VO 跟 VS 的关系，哦，那应该还不够嘛，对不对？还有第二个式子，那我们先看第一个式子，第一个式子会长这样子，哦，就是你把它这个整理之后，你会发现它是有200、301、减掉100，可以吗？那比如它这个301不能消掉，可以吗？啊，偷懒一点好不好？偷懒一点，就把301算成300，好不好？考试不能这样，好不好？考试就计算机，好不好？这个简单起见就
算它300好了，好不好？300算出来大概长这样子，可以吗？好，所以你会得到一个 VS VYVO 的关系，对不对？好，反正会得到一个式子啊，啊，那还差一个式子，因为其实你要量化的是因为你想要知道 VS 跟 VO 的关系，对不对？所以你知道三个未知数到两个方程式，你就会消掉一个未知数，另外一个就是关键式。好，那所以它就有另外一个放在这个奥布的那一端。奥布的应该看好，奥布的流入，好，流入是什么 ？V1。流入是什么？是 V1 这个流入 V1 减 VO 除上这个它的20 KOhm， 然后呢再来是 VO 减掉什么 AVD， VO 减掉 AVD 除上这个50 Ohm， 这可以吗？反正第二个是长这样子。好，那你会知道这个什么是 VD 呢？ VD 对不对？ VD 是VD 是这个 正电位和这个负电位的差值，对不对？那现在正值接零嘛，所以是零减掉什么？减到 V1， 对不对？所以 VD 就是零减掉 V1。好，然后 A 是20到15，是会放进去，好吧？放进去，对不对？那你会得到什么？得到另外的关系是 VM VO 的关系，那 V1 跟 VS 有关系，反正零可以合并，对不对？对吗？因为三个未知数嘛。我两个方程式，一个有两个未知数的之间关系。那消完之后有没有哈？啊，消完之后，你会发现这个 VO， 你的目的知道你要留下 VO 跟 VS， 因为你知道 VO 跟 VS 的倍数关系。你会发现 VO 除以 VS 等于多少？等于负1.999999，对吧？哦，这个是这个数字，也就是说很可怜、很辛苦的，有没有？找出了 VO 跟 VS 的关系。有没有？就算了半天啊，这算了半天有没有？终于把这个 VO 跟 VS 的关系算出来了，那怎么办？好，你知道这个，那你知道 VO 跟 VS 的关系有没有？就可以往下算了，对不对？你知道 VO， 那 VS 现在给他说给两伏特，所以你把 VS 带两伏特进去，你可以算到 VO。哦，你就可以算到这个 VO 是这个，反正乘上这个负 1.999999 倍数，那这时候你的 VI 可不可以这个？这等我们等一下看好，这个等一下看。然后小 I 怎么算呢？小 I 啊，先 VI 先算好不好？那 V1 有没有？你也可以回去算哈 ，V1 这个值有没有？这个值可以用前面这些关系式去算 ，V1 减 VO 啊，这个关系去算可以吗？哈，好，反正你去算出来，发现这个 V1 哦。不意外，就是在这个 inverting input 的这个端点，这个电压是多少？是 20.06667 micro V。哦，你看到刚要去算完后，你把全部带回去算，发现这个是20 micro V， 20 micro V 很小，非常小，20×10^6伏特，可以吗？这个值非常的，大家看到它都非常小。那 I 呢？电流可以怎么算呢？电流就是这个去减什么？这个去减这个，这个减这个电压除上这个20 KOhm， 对不对？就得出一个这个电流，对吧？反正把它算完了，反正就说很辛苦把它算的。你要看这样 PDF 的时候，要算非常多东西，好，因为我把这里面全部拿了，对不对？那这是 non-idea， 就是说，实际上你要分析 OPR 给你一个等效进度的话，你可以这样去分析，但是很复杂，对不对？那你要记得是这个值的，这个值。还有这个值，这个应该这两个值，这个值很小 ，VR 很小，其实这个 VR 很接近 D， 20 micro V 非常非常的小，好不好？你现在用的话，可能都是至少会 mini 瓦特吧，对不对？这非常小，我们来看。那因为这样每次分析太累了，所以后来就会有一个 idea OP amplifier， 它的行为表现，哦，就是说它虽然是 non idea， 但是它的行为表现有没有？可以把它做这个 idea 化，它几乎跟这 idea 的表现一模一样，对吧？那 idea OPY 就是刚讲 idea OPY 就是你这个电要 inverting， 这个 infinity 有没有无穷大？输入电阻要无穷大，然后输出电阻有没有这个 RO 要无穷小？各位 ，idea 长这样子，好，所以 idea OPY 跟 amplifier 嘛，这边就讲了，后面就不管，哎，
边哈、哦，就要长这个样子。那如果假设我前这个状态是 ideal pin buffer 法有没有？可以做下面的假设，可以吗？那这个人就先记一下，好不好？就是他的行为表现会长这个样子，可不可以？因为我不能说要做年度分析的话，要进入原来那个年度。原来那个年度就是一开始我不是很多那个BJT 啊，有的选 C 色有没有？他的行为表征会长这样子，可以吗？但是在后面我们在后往后分析有没有？分析有的电子学在分析的时候，你会把它看成 ideal， 他很快帮你分析出来。那所以做 ideal open profile 的时候，它会是 ideal open temp 的 model， 就这个 model 就是 ideal， 各位，你在分析这个 OP 的时候，每次的时候就会看到这个 model， 什么 model？ 它第一个，有些可以很多人比较容易解释，第一个 the current 呢就是 boss input terminal 这种，什么意思呢？假设现在这是 ideal， 那它做了一个假设，也不是假设，假设这是灌入，就是无穷大，好不好？假设这个 B 这个 RI 是无穷大的，是不是？那你决定就是这个，进单是不会贴表嘛，可以吗？各位，因为这边是这个内组是无穷大嘛，可以吗？就当然不会贴表嘛。所以第一个很容易解释，可以吗？就是说你如果是 ideal 的时候 ，current into both input terminals are zero，I one I two 都是零，就是你不管外面怎么接，不管外面怎么接，只要看进去电流全部都是零，你每次分析的时候，它一定是零，你就把零写下去，可以吗？不要再去管说里面什么 KG 有 KB 有 OK 啊，所以你自己时间很多，说老师我一定要加一个 RI， 可不可以？这个老师没有帮我加，我还要再加一个 RI 在里面，对吧 ？ID 这边就不放大，可不可以？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假设哈，比较不容易了解，好不好？另外先记一下。第一个叫 Virtual Short， 就是这个过去有 Close 的 Input 声明了吗？一个 Close 有，就是说它有另外特征。如果是 Idea 的话，第二个特征，这两个之间的跨压位是零。对吧？但是它是短路 ，OK 吗？哈，跨压是零，并不代表是短路，对吧？短路的时候跨压是零，断路也是跨压也是零，可以吗？这个位，所以还有一个名字叫 virtual short， 就是这两个好像短路了，但是实际上没有短路，可以吗？它是 virtual，VIRVUA， 它就 virtual short， 它不是真的短路哦 ，VIRTUA， 哈，叫 virtual short。所以第二个。看到 ID 的时候，它的第二个特性有没有？就是说，这两个跨压就是 VD 跨压是零，对不对？然后这两个定位会一样，对不对呢？所以说有两个哈、哦，第一个，看到如果今天你后面分析，如果他没有讲 positive ID， 就把它看成 ID， 对不对？他没有讲不是 ID， 你也不知道那个，他有没有讲？假设他讲不是 ID， 他在给你 RI 和 A 和这个 V 啊 O 了，那如果它是 ID 有两个特征，第一个，流入的电流一定必为零，流入两个正负端的这个 input 的正负端的这个电流一定要是零。第二个，这两个之间的电位有没有会相等，也就是 V1 会等于 V2， 这可以吗？那这个名字叫 virtual short， 它叫 VIRTUA virtual short， 它不是真的 short， 它 virtual 的，可以吗？它只有电压一样，所以你每次在分析的时候有没有看到一个 OP amplifier 长这样子，你要立刻让你的这个两个 input 的电流是零，然后两个跨压是零，这样你会减少很多分析的方式。好，我们来看它的结果哈。来做刚刚那个题目，假设刚刚的题目有没有哈？我现在把这个电路刚刚重接一次，但是这电路有没有？我把它看成是 idea 的 OP amplifier， 这可以吗？同样，刚刚再做一次，哦，那这时候我有标号，有个 V2、V1、I1、I2。第一个，如果你看到 ideal open amplifier 的话，你会知道一件事情：第一个 V2 要等于 V1， 可以吗 ？Virtual short 可以吗 ？I2 要等于什么 ？I1 要等于零，可以吗？好，那下来了，你知道 V1 多少 ？V2 我不知道，但是我 V1 已经知道，为什么？因为 V1 他帮我接地了，所以 V1 必须要为底，可以吗？这个是没办法，因为我帮我接地了嘛，就是，所以 V1 必须为底。V2 不知道可不可以，但是因为 V2 会等于 V1， 因为这是 ID， 每次 ID 的时候就把它看成过去的，不管它怎么长什么样子，所以 V2 只好为底，可以吗？所以这时候解决 V2 也行，对不对？同时
I1 和 I2 都是0，各位，对吧？这就是0。我们再去分析这个线路。好，但以后你其实你分析的话，看完这个大概就是这样的答案。哦，以后大概就不会像我们后面再去写。那我们还是乖乖写一次。那如果我今天看到这两个了，那我们先看 K 系列喽，在节点一哦，哎呦，我们还是要分析 VO 跟 VS 的关系嘛。那节点是什么？是 VS 流入对不对 ？VS 减掉 V2 除以10 ，VS 减掉 V2 除以10 ，V2 是0可以吗？所以 VS 减掉0除以10对不对？这个流过来了，可以电流可以吗？会等于什么？会等于哦，会等于这个 I 可以吗？各位，这个流出的 I 嘛，会等于流入的 I， 因为这是零，这可以吗？再讲一次哈，这个流出的 I 对不对？对不对？流出 I 是不是等于两个流出的 I， 有两个流出的 I 是 I 加 I1。可以吗 ？I1 是零，各位，会等于流入的 I， 流入 I 是这个，所以是 VS 减掉 V2 是零，就是 VS 减零除以十，可以吗？因为这边是零的，电压是零，因为根据这个电压是零，可以吗？哦，反正写出第一个式子了 ，I 就会等于 VS 除以十，哦，然后这个 I 可以再写什么？欧姆定律是什么 ？V2。减掉 VO 除以多少？除以20，可以吗？你不要看这个好了，它这个在我们直接写好了，好不好？我写这个哈，它是 VS 减掉零除以十，会等于什么？会等于 V 二 ，V 二可不可以？是不是 V 二？减掉 VO 除以20，再加上 I1， 这是零。然后 V2 多少？是不是零？对不对？这也是 V2 了，这也是零。所以就得到什么 ？VS 除以十会等于什么？负 VO 除以20。就这个是这个例子，这个式子，这可以吗？这块。VO 其实是这个 VO 除以 VS 是负二，那其他答案它是什么？哪两个相除？它其实是这个，这个是 R， 这是这个二十欧姆，这是 RF，
这个是你的 input RI， 这个是 RI， 后面又看到，可以吗？如果 RDA 去算有没有，你会发现这个 VO 除以 VS， 其实就是这两个电路的比值，可不可以？但是有个负号，好吗？那 I 一样 ，I 就自己去算了，可不可以 ？I 就很好算，这边是零嘛，零除上减掉这个 VS， 再除上20就好，可不可以？也可以算出来，好、哦，是不算了。这刚刚那个吧，好，那我们刚算这个 non ID 的时候有没有？刚不算了半天，算的要死要活有没有？是不是？算出来是负1.9999嘛，699是不是？这两句不一样，对，因为你看你要差多少，这个是多少？1234，这应该都是什么 ？Michael 法拉的吧，是不是 ？Michael V 的，可以吗 ？Michael V 才会差，这到 Michael V 的。所以个人讲，所以几乎不用管它了，负1.9999不会有差，好不好？这两个 gap 不会有差了，因为这个电压，你今天假设是一伏特进去，你的电位差会差多少？差0.00002201吧，是不是 ？OK 吗？假设我灌一个一伏特，一伏特乘上负二嘛，一伏特乘上这个，是不是？它的 output 差这么多，这个就不重要，可以吗？所以不会去管它哈。好，那再这来去算有没有？那你看，我们刚讲说这个 V2 有没有 ？V2 它有个 virtual short 是不是零？那我原来算出来是多少 ？Non ideal 算出来是20 micro V 对不对？是不是 ？Non ideal 这边，这是20 micro V 有没有？这个点呢、啊，可以吗？果然很小，好吗？是不是？所以说你是 Non ideal 它本身也是很小的。不会，所以它这个波就秀是可以用的哈、哦，真是算出来，那是第一个哦，后面还会再介绍一次，可以吗？那第二个这个接法有没有？刚刚是把这个，刚这个接法是把这个输入讯号有没有？输入讯号源放在什么？放在这 inverting 的 input， 你发现什么？这个 gain 会不会这样？讯号会被反转？再放大，可不可以？所以本身是 inverting 的动作，可以吗？那现在再另外一个例子是，把这个输入讯号有没有放在这个 non inverting 的部分？接法是长这样，好、哦，接法一样哈、哦。刚刚接法是，先不看这个，不看这个二十 k ohm 的话，刚刚接法就是这有个，这是负的哦，这是负的，刚负在上面，可以吗？哈，负的这是接了一个电路回来。然后这边接个电，这边再接个电压源，对吗？先把这个电压源拿掉，可不可以？把这个电压源接到什么正端？对不对？比如说讯号源放在什么？放在脑里模型的 input 的地方，对吧？然后这边是回收的电池，对不对？然后这个 VO 有没有？这通常称为负载电阻，对不对？这就是下一集的20块钱，我是下一集能看到的电阻，对吧？那你来看下一电阻它的电压是多少。好，那我们来去分析这个电路有没有，一样一开始做的时候有没有，这个电路接完之后不管3721，你要知道这两个进去的电流是多少，是零就写下去，不然你会忘记，你会到时候写 K 线的时候你会发现不知道怎么办。假如这两个没写有没有，就算你记得你会忘记，你会想说这个写 K 线的时候就会少了一根筋，可以吗？如果你这两不写的话，你每次写这 K 线有没有，你就会迟疑，为什么？你会想这边得要怎么算，可以吗？你每次会被困住，好不好？所以说一开始不熟的时候，先把这两个写上去，就写零零就好，可以吗？那第二个，这两个电压要一样，可以啊？就是这两个输入端，那么就 short V2 等于 V1， 可以吗？那如果你知道这个东西的时候，立刻会把什么改掉？V2 为等于 V1， 那是 VS， 是不是？这个 V2 是等于 VS， 所以 V1 就等于多少 ？VS。那这题目就会变得非常简单，可以吗？就会变得非常简单，因为 VS 是主动电压源，可以吗？它是一个里面的 source， 它不会受别人的控制，可以吗？所以这边是 VS， 那这边这 V2 等于 V1 就等于 VS， 所以这个会立刻写个 virtual short， V2 为等于 VS 会等于 V1， 然后 I1 会等于 I2 会等于 V， 可以吗？那写完这个之后，后面好分析了。我们分析一次哈，我就在上面分析哈。写完这个之后，
这个是 VS， 对吧？这个是也是 VS， 对吧？那这边是断度吧，各位。那我想要算的是，是这个 VO 跟这个 VS 的关系，各位。那你可以怎么写？如果你高兴的话，有没有在这边再写个 KCL 嘛，各位 ？OK 吗？因为这边是 VS 嘛，对不对？这边是不是 VO？ 可以吗？那这边是断路嘛，是不是？所以它这边是 J-Volty Division， 好不好？各位，我可以乖一点就写 KCL 嘛，可以写什么 ？VS 减零除以五是等于多少？会等于 VO 除以40加，我都看得懂吗？这看得懂还看不懂？看不懂就要重写了。有没有看的看不懂的？啊，老师笨，老师乖一点好吧，不是笨一点。要看懂吗？是不是这个电流是 V 0减掉 5，V 0减掉0除以 5， 可以吗？会点这个电流过去嘛，是不是？这是 VO 减掉 VS 除以 10， 各位，这可以吗？那我也可以写成这样 ，VS 减掉0除以5会等于 VO 除以40加 5， 这看得懂吗？这么看懂的？这一定比这个快了，可以吗？这两个是一样的，因为这是断路嘛，这是不是断路？所以这个电流是不是是 V S 减掉零除以五，是不是？应该这个电流怎么样？那这个电流就是 V O 除以十加五，可以吗？就可以哈、哦。那这样还是太慢，可以吗？那这边是 V O， 这边是 V S， 是不是？那这是串联，是不是？串联我们学过什么？叫分压定律，是不是？所以 VO 乘上多少？四十加五分之五会等于 VS。各位 ，VO 除以全部的电阻可以吗？乘上五会等于 VS， 各位，就看你怎么算，可以吧？好，要乖就慢慢算，要不乖就快点算，好不好？反正可以算出来。但是重点就是这个，你这一定要打叉，好不好？各位，你不打叉的话，你一定算不出来，可以吗？你不打叉，你会想说这个电流跑去哪里了，是不是？对不对？你会疑惑，怎么可以这样去直接这样算？因为这边是串接了，因为它断路了。所以呢，你可以算出这个答案。算出来呢，就是说 ，VO 除以 VS， 这是 VS， 这是 VO。这边45 K， 这是5 K， 可以吗？所以这是它的9倍，好吗？这整个是看到45 K 吧？这是看到一个5 K， 所以这个电压会是它的9倍，因为这边接地，可以吗？所以它会是9，反正你自己去算好不好？反正就刚刚那个算了，不是这样看的，好不好？等于9，可以吗？所以 VO 除以 VS 是9，有的时候的意思呢，这个电路会把 VS。有没有放大九倍？在这个可以吗 ？VO 会等于 VS 放大九倍。哦，就是这个电路，那它没有做反向，所以这等于 VT amplifier， 可以吗？那你知道这个东西的时候，这个知道这个，对不对？这知道九 VS， 那你可以知道 IO 怎么算 ？IO 就是什么 ？IO 等于九 VS， 是不是？除以什么？二十，可不可以加上九 VS 除以多少？四十五，可不可以？好 ，IO 很容易算了，好不好？可以吗？那刚才算这个 VO 除以 VS 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个东西没有用到，哪个没用到？这个电阻，对不对 ？VO 除以 VS 的时候，哪个电阻没用到？这个电阻没用到，可以吗？这完全不会用到，因为我在算 ID 的时候，对不对？这个叫做负载电阻，就是下一节电阻，可以吧？表示我在算这个 output 跟input 的关系的时候，
关系的时候，跟下一级的负载电阻的大小无关，就是因为本身这个 IPOP 有没有本身的内阻多少，内阻是零，可以吗？所以不管你下一多少，它的电 gain 就不会改变，就可以吗？对不对？因为这个 IP 来看说，这个内阻是零，就可以吗？所以这个内阻是零的话，不会因为这个电阻影响了这边的 gain。如果这个内阻不是零，包括的负载会影响它的大小，对吧？就你去想看带有零点二电路了，对吧？如果这边的内阻是不是会有带有零点二电路，那你就有个内阻嘛，对不对？内阻这边就必须要做分压的动作，对不对？所以你要去分析，包括的电阻不会影响你的分析的什么结果，对吧？哦，这个蛮重要的。在分析的时候有没有轻松一点了？没有，那个 output 其实用不到，但电流会影响，好不好？那这个是他这个档 ID 和 ID 的算出来的答案哦，你可以去比较看看啦，反正差很少。那本身这个是一个让引波厅的 voltage gain 哦，然后进行 amplify， 然后再进入这个我们后面要介绍的所有的这个，大概悲伤在前面那两个电路去做的试纸，好、哦，可以做这个反向放大、正向放大，然后可以做。summing 可以做加，可以做减，哦，然后有一个 cascade 的，我们这个要休息一下好不好？休息五分钟好吗？休息到7:35，你看一下，还没讲话的，他会跑掉了。我学生应该在线上，助教应该在线上，我看一下，我们休息五分钟好不好？你有没有录到？好，我休息五分钟。好，好，对，没有，你就继续录了，好不好？好好好，拜拜。
但是因为他平常是要观察微小的东西。不是，他本身在做这个放大器的时候有没有？他前面这个电路会让他 gain 非常大，这个有没有？这个电路会让这个 gain 他不是为了观察微小的东西。它本身就是一个放大器，但是它那个 A 本身是在 open loop 的时候，它在使用的时候，它就是如果这样接，纯粹这样接，是微乎其微，用不到。所以它真的不会用，对对 ，open 几乎。啊，但是 close loop 的时候，它这个A 对这边压下去，你去完整的分析这个电路，就是说我不要带这个数字，你不要带。就是我们现在这边是带数字嘛，对不对？嗯、我们 A 也带个数字，对不对？我都不要带数字，你只要去看那个符号。你就说我这边改成 A 的，有没有？不要带这个 RRO， 不要带值，然后这个 RI 不要带值，有没有？那你这边也会有数学分析符号，对吗？那你会看那个 A 会在那边出现，那个 A 会不见，它那边会不见。下次我就叫助教去写一次，就说。你这个式子，假设没有这两个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 A 会在，然后就是 ABD 嘛，对不对？但是有这个 feedback 之后，你去写出这个方程式，我们 A 在哪里 ？A 刚刚说多大 ？A 在这边嘛，对不对 ？A 是在这边出现，对不对？你在这 A 里面应该会有一个会被消掉，可能会有类似这种 A 分之 A 什么 A 加什么，会被消掉，两个会抵消掉。是因为这个 negative feedback， 因为这边有个回收，对这个回收是因为这个回收造成，所以我这个回收会这个叫做这就是不要先带这个数字，对对对对对，就是不带数字你会看到那个 A 来，然后这叫做 negative feedback， 那这个动作就是要把这个，因为 positive feedback 就是我会输入一个，它这里就是一个正向的讯号，还是怎样？它就一直放大，没有。那它这个配合就会干什么？因为它会正常，它本身就是假设不要看这个，正常就是把这个讯号输进去，它是那放大就来再输入，那就会这样，就爆掉了。那通常这回收会是那地方，但又有做它这个配合的爆，那地方有，对吗？那另外一个可能是，反正我假设把这个程式放大，对不对？那我现在是一个方向这样。回收把抑制下来，抑制下来，那所以这边就下来。啊，但是如果都是正向的话，他最不会正向回收。他说没有，我说接这个东西，接这个东西没有。我说接这个动作跟接在副正端无关。这个电阻接回去或接到这边来，假设，它就本身就是一个 negative feedback， 一个反向的回收。反向回收并不是说接在左正，反向回收是说我接一个东西就回去。那个效应会让这样讯号会抑制住，抑制住就是我们保护的讯号会抑制住，然后再反了，有点像这样。假设我
才变 ID， 因为不是 ID 的话，就像刚刚这个嘛，在分析的时候会扩大，如果它无穷大的时候，它就会有这种，就会产生这个效应，就会产生这个效应。这个等一下我们分析，如果它不是无穷大，就是在回到什么？非在这个，对、啊、可是因为这个很大很大，所以你用非理想跟理想这样差不多，所以就不要去管它了。你们也知道，实际上不会是无穷大。就是假设我今天把它看成无穷大，它不是无穷大，它答案只差一点点，所以我就不用管它，我就每次把它视为都无穷大。除非你在做类比 IG 的时候，你要小心的时候，假设你专门做类比 IG 的时候，你可能要看这个东西，因为它有些东西要看。但是一般而言用不到，不然这个分析的人会死掉。就说假设你今天做这个 IG 啊，假设你是要做这个的。你就要分析这个，可以吗？好，假设你是用这个，你就不要去管它了，因为你也不敢去做这件事情，好吧？你也不敢去分析这两个，你只能用这个去接一些动作做，可以吗？按的需要就很大，相对于刚刚那个很大，对，它是麦克风的很小，所以根本不用 care 它。那么继续哈。那后面我都会假设这是 idea 哈，我们来看第一个 inverting amplify， 我就把刚刚讲一遍哈。那 inverting amplify 是什么哈？它会 reverse 这个 polarity input signal， 把它做反向，然后会放大它。那它一般基本上长这样子哈。第一个 non inverting 这个 input 的端是接地，那因为你把它接地，然后就在 output 的端有没有接一个？往回接一个电阻叫 RF， 那这 F 英文就叫 feedback， 哦，或者 feed through 吧 ，feedback 接到什么？接到 inverting 的 input 的端，然后前面嘛、哦、接个 R1 跟 VI， 这个 R1 VI 有没有？其实可以看成什么？可以看成你输入端的等效讯号，可以吗？或者说不要把看输入端等效讯号，就是看前面接个 R1。假设你先，那这个可能输入端等要去到，这个是你内接的，好，然后接成这样之后，那这个东西会把你做反向放大，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分析，可以吗？哈，完接，这是一般正常接法哈。那怎么去看它呢？哈，第一个，因为一开始有没有哈，分析这个电路的时候，第一个输入电流是零，就是在正端、负端和正端的电流一定是零，就把它写上去。那第二个，你会有个 virtual short。就是 V1 会等于 V2，V1 等于 V2， 那是一开始要写下来的。那你现在发现 V2 等于多少？是不是零？所以 V1 就是零，所以这 V1 就是零了，可以吗？好，那开始写分析了哈。写分析怎么写分析呢？在这个 V1 这个点写 KCL 变成什么 ？VI 减掉零，可以吗？除上 R1， 可不可以？会等于流入等于流出，对不对？流到负的是零，那只剩这边流是可以吗？这边流多少？是零减掉 VO 除以 RF， 可以吗？这个呗，在这个点写 KCL 了。写完之后你会发现 VI 除以 RI，R1 会等于负 VO 除以 RF， 可不可以？那 VO 等于什么 ？VO 把 RF 移过去 ，VO 等于多少 ？RF 除以 R1。带一个负号的 VI， 这可以吗？这各位，那这电路就分析完了。所以这电路会做什么动作呢？它会把 VI 放大 RF 除以 R1 倍，但是带一个负号，可以吗？假设你这样接的话，可以吗？所以这称之为 inverting amplifier， 因为它什么？它把讯号 VI。做个反向，可以吗？再放大多少倍 ？RF 除以什么 ？R1， 这可以哦。这分析结果是长这样，可以吗？你看，就可能做了几次就背下来了，好不好？那就练习一次，这是零嘛？所以这个减这个除以 R1 会等于零，减掉 VO 除以 RF 可以找出关系式，对不对？这可以哦。所以以后放大倍率是什么？放大倍率是什么？是。这个 VO 的 feedback 的电阻
属于什么？这个 input 的端有没有？算计的这个电阻，对不对？这是它的电，对吧？按照那个符号，可以吧？前提是要接地啊，好不好？参考定位，好不好？对啊，这就是 inverting amplifier。那所以它就会把这个讯号做放大。如果你只要放大一倍，就变成什么？假设你只是想把讯号做反向，你就让 RF 等于多少？R1，对吧？那就需要做反向，就可以做 inverting 动作，但是没有放大。这个样，这分析不难的，好不好？哦，重点就是你要 virtual ground， 还有这个输入电流必须为零，好吗？你要把这写下来，你在分析的时候才不会那么辛苦了。反正很自私化的啦，你每次就把它写下来，你后面就很容易分析了，可以吗？那你把，如果你怕你又不够清楚，就把它打叉了，好吗？这边就是断路了，好吗？那这边两个是 virtual short， 好，就两个 virtual short 两个电位会一样。所以这第一个 inverting amplifier， 好，它有别的用途哈，我们待会看。然后后来有些情况哈，我们想要找出它等效电路。什么叫等效电路呢？就是说我每次去分析这个电路，可以吗？分析这个电路，如果看到这个 OP， 是不是？我还是要做什么事情？我还是要做把这个给零，是不是？然后这样 virtual 的，对吧？是不是？我还要写这些，是不是？那假设我可以把它变成电阻。或者这种相依电压源或相依电流源，就换成另外一种等效电路，对不对？那我每次可能就不用这个规则，你就照以前的 KC 有 KB， 不一定要做这件事情，不一定我想把这个东西换成一个等效电路长这样子，像我把它看成这个样子，就说这个电路已经分析完了，对不对？是不是我刚刚分析完了？那我现在假设这个电路就是一个放大器，那就是我输入电压源，各位，这是刚刚那电路的本身，各位，这是电路的 output， 是不是？我想把这个本身替代掉，各位，我不要分析了，各位。那因为我每次去分析的话，因为这个可能还接别人的，这个 IVI 可能还有别人接啊，这可能是前一级的 output 啊，对不对？那前一级是很乱，是不是？那可能是后一级很乱，是不是？那我每次接到这边的时候，我就要考虑什么？这边我就 short， 然后这边要干嘛吧？是不是太累？是不是？所以我可以把这个东西再取代掉，对不对？取代成一个等效电路，对吗？我们之前有学过一个叫戴维等效电路，对吗？戴维等效电路是什么？是一个 terminal， 对不对？我看进去是不是？它会有个等效。假设这是一个 terminal， 是不是？你先看进去，对不对？是不是看进去有什么？它会有个等效电阻，还有什么？是等效电压。我们前面学的嘛，带着点特点，可以吗？那可是现在不是一个 terminal， 现在几个 terminal， 它有两个 terminal， 可以吗？所以你可以怎么看哈？我这边看进去会有一个等效带有你，这边看进去也可以等效电带有你，可以吗？这边看进去就是什么？上一级要进来看到它，可以吗？这边看进去是什么？是下一级往回什么？往回看的，可以吗？所以这可以有两个带有你，这边还有一个带有你。这是 input 的看进去的，这是 output 的看进去的，这个位，假设也可以看出来的话，所以等一下等一下电路会长成这个样子，可以吗？在 input 的端会有个带有你等效电路，在 output 端会有个带有等效电路，那这个等效电路会是这个东西的等效电路，这个位，那做法都一样，从这边看到从这边看都跟以前做法一样，我这边看进去的时候怎么样？要算它带有等效电阻有没有？就把所有的东西，所有里面受都吞豆腐，对吧？然后算带有等效电压有没有？就去量是 open 的 voltage， 各位，那这个也是一样，可以吗？我们来看哈，这边它有解释。我们来看第一个哈，往这边看进去，其实最后会等这个等效，各位，这边这个 AB 就是你这边接的 VI， 可以吗？这在外面不用管它，然后这个 VO 是什么？外面这一块，对不对？那里面这往。从左边往里面看，会有一个 RTHI 跟 RTHI，I 代表 input。那从 A 方、B 方这个 output 端看进去，会有什么 RTHO 跟 RVTHO， 对不对啊？来看第一个，那第一个我要算这个 RTHI， 那 RTHI 好看，为什么 ？RTHI 这次先拿掉，是不是？这拿掉了，对不对？你这边是零伏特，
正数阶的 D， 所以这是阶离谱的，这地方是也是离谱的，对吗？你是要看这个到底离谱的等效电变数是不是？你先进去看，对不对？这边是有一个电压，是不是？那这边蓝表嘛，是不是？这边是 terminal， 对不对？这个 terminal 是阶离谱的，对吧？那这边是也是离谱的。所以这两个好像连在一块，但是没有连在一块就错了，对吗？所以这边看 GG 到 D 的电阻多少是8万，对吗？我讲一次，你看这个端点，我们再看进去，这个人看进去对不对？这边是不是零？这边是零伏特是不是？这边是一个一负的端嘛，对吗？对不对？就是那个负嘛，那边有人是吧 ？R 万嘛，是不是？那这个电位是不是零伏特？因为这边是波修什么？波修 short 是不是？它没有连，没有连在一块，但是它电位是怎样一样的，对吗？那你是要看零这个到零的，这是零对不对？就等效电阻是不是？那 是看到这边是也是零，所以等效电阻是 R1， 可以吗？这可以啊，第一个。因为我不敢把你引起来，怕你再告诉你，就把我引起来了，好对吧？所以第一个看进去就是 R1， 好不好？那 open circuit 过去呢？这看进去呢？是把这拿掉，是不是？对吧 ？open circuit 这是拿掉，可以吗？哈，我看量测这边的电位，是不是？你这电位多少？零呢？为什么？因为这边是断路了，这是断路，所以这个电位跟这边要一样。那这边是零，所以这边是零，所以看均等效电阻的电等电压是多少？就是零，是可以吗？我来讲一下。好，那么这个没来的都没办法画，是不是？我在黑板上画了，我们再讲一次了哈。我们要把这个 open， 我要看这边的等效电压，对不对？那因为这边是断路，所以这个电位跟这电位是一样的，所以这边就是零。那这个电位也是接到零的，是不是？所以这是零。所以只有三电码去量这两端的电位多少，就是零。所以 VTHI 就是零，这可以吗？所以这很容易看哈，你就真的去分析它而已，好不好？那 RTHO 呢？哈，我们先看这个 VTHO 好了 ，VTHO 是在这边，是不是？VTHO 是不是这边会有一个进去对吧？是不是 VTHO 是不是会有个 VI 可以吗？因为 open 嘛，可以吗 ？open voltage 可以吗？所以呢 ，VTHO 会看到什么？会看到这个 VI 是不是 ？VTHVO 其实是等于多少？负 RF R1 乘上什么？是 VI 可以吗？所以说 VTHO 就长这样子。但是有个负号，但是因为它把它反向了，在这边，可以吗？它电路已经反向了，可以吗？如果是这个正负这样的话，对不对？这边应该是有个负号，可以吗？但是它已经把它自己做反向，可以吗？如果这边是正负的话，这边有个负号，对不对？是要注意看。如果你习惯用这个正负的话，这边正负，然后这边打个负号就好了。但是因为它把这个正切地了。OK 啊，然后再来，那剩下这个 RTHO 就要看这个图了哈。RTHO 是里面都看不到了，可以吗？你去看哈 ，RTHO 有两个路，我这边假设我这边看进去，是不是会有个这边有个电阻，这边会有个什么？是不是有个电阻？对吗？好，这个电阻有，这个电阻到这边是吗？从上面流进去电阻会有一个 RF。是接地，因为你要看这个两个地之间的嘛，可以吗？然后另外的电阻是从这边过来，可不可以？是长这样子，可以吗？但是因为这个内阻是多少？从这边看进去的内阻是多少？是零，所以其实你会看到一个什么？这边会有个短路的电阻。我再画一次哈。我现在要看这边看进去的内阻，可不可以？它是有两块路，一个是什么？走上面，是不是？一个是走什么？走下面是不是？
上面是多少？上面是 F， 因为这边是 D 哦，好不好？可以吗？所以这边是0嘛，因为这边是0，是叫 D。所以第一个，好，在这边的话会看到一个内组接一个 F， 然后这边会有一个什么？重新去看到一个内组，可以吗？那这个内组多少？是0，因为 ID 的内组多少？是0，所以这边会有0。那0跟 RF 做并联多少？就是0，可以吗？所以这内组外部看出来内组是0，这可以哈。所以等效电路会长这样子，等效电路会长这样子，可以吗？就这个的这个东西等效电路，各位可以看成有一个这边的电阻，各位，然后这边有个 gap， 对吗？那就是什么？其实就是过滤口做什么？过滤 gap。对吧？这本身就是一个不利口做不利口，对吧？它的放大倍率是 RF 除以 RY， 如果这边是正负的话，这边带负号，对吧？如果这边正负的话，这边就不用带负号，好不好？所以这等一下电路，那以后如果今天要分析的话，假设你已经知道这个电路了，那它如果还跟连接，那你可能把这个拿掉，各位，换成什么？换成这个，把它丢进去，各位，换这个丢进去就可以算了。对吧？那这时候你就不用管，对吧？这里知道什么？我就 short， 对吧？其实已经先赚一步了。这就是以前我们常用的单位型等效电路，有没有？我可以把这里面电路都简化，它可能是跟别人接的，是不是？我不用去管内部怎么做，是不是？我要管这个这两个 port， 这是一个 port， 这就是一个 port， 一个负，这是一个 port， 这两个 port 之间的等效关系就可以了。我们再来，好，再来，好，那这个后面就要快了，可以吗？如果大家记得的话，哦，这个是 inverting， 可以吗？哈、哦、，output voltage gain VO 怎么算呢 ？VO 如果刚公式是什么 ？VO 等于什么？这个除以什么？十再加上一个负号的 VI， 这个答案可以吗？这个要背的啦，好不好？我帮你就要自己导了，好不好？没有背要自己导了，好不好？第一次总是比较累一点，好吧？但做几次大概就记住了，所以这个 K 就是负 2.5， 那 VO 就可以算了、啊，它只是给这个 VI 是5伏特，就可以算出这个，那这个然后十 current 流过十安培的，不十 K ohm 的，这边是0嘛0嘛，所以就 VI 减掉0除上10就是它的答案，可以吗？哈，这个很简单去计算。好，那再下一个。Non-inverting amplifier， 那 Non-inverting amplifier 的接法跟我们刚刚上面接的一样，像前一个例子的嘛，前那个例子，它是一个 OP amplifier， 它提供一个 positive voltage gain。哦，那接法是什么？负的接法还是一样，可不可以？但是负的刚刚不是有个电压吗？是不是？把这电压拿掉，接 D， 接到什么？正的 input 的，哦，把移过来而已。我去分析这个电路，可以吗？这个没有，刚的负的是这样接的，然后这边接地的，可不可以？这边是把这个拿掉接地，接到这边来，好吗？那其他接法都一样。我去看这个电路哈，那一样，一开始分析的时候这边多少？这边是0，可以吗？断路，然后这两个是 virtual short， 是不是？所以 V1 会等于什么 ？V1 会等于 V2 会等于多少？会等于 VI， 可以吗？因为 V1 会等于什么 ？V2 会等于 VI，V2 等于 VI， 这可以吗？所以把它弄干净点。Shit，sorry， 正好录进去了，完蛋了，真的录进去了，是吧？哦，零安培，是不是？然后这个会等于 VI， 对，因为真的 VI 嘛，可以吗？那要算这个 VO 的关系，对不对？是不是？那这边是不是接地？那你可以在这边写 KCL， 可不可以？流进等于流出嘛，流进是吧？零减掉 VI 除上 RY 会等于什么 ？VI 减掉 VO 除上 RF， 这可以吗？哦，那你去计算嘛，可以吗？这可以哈。那其实还另外一个还可以另外一个做法有没有？因为这边是不是串接？是不是可以？是不是可以用分压定律串接嘛？因为这段路嘛，是不是？
这边定价是 VI， 是不是？所以这是 VO 对不对？那 VO 应该是 VI 的几倍 ？VO 应该会等于一加上 RF 除上 R1 吧？对吗？是不是？你可以偷懒去分析好不好？因为这是 VI 嘛，是不是？一个 VI 是多少？是 R1， 是不是？然后它比它多了几个？多了个 RF 除以 R1 的 VI， 对不对？就是它本身是一倍，再加上 RF 除以 R1， 对不对？就可以了，不然你乖乖就写黑记了吧？你久而久之不会写黑记了吧？后面还有很多要记得吧，反正出来就是很难。VO 会等于一倍的，加上 RF 除以 R1， 倍倍数非常好，对不对？欢迎你不喜欢就练减肥肌了，好不好？就减肥肌了，对吧？不是把这边看成一个串接的，对不对？这个是垂直串接，垂直是你吧？是不是？垂直是 VO 嘛，就是 VI 嘛，你可以用比例关系式去做，好不好？然后串出来这个是，所以这是一加上这个 RF 除以 R1 再乘上 VI， 所以本身怎么，它会把这个讯号，把这个 input 的讯号做一个放大的倍数，放到什么呢？放到一加上 RF 除以 R1 倍，但是不会做反向，所以它本身是 non-inverting amplifier， 可以吗？这个呗，那所以说这个跟前面不太一样。刚刚你 inverting amplifier 是什么？放大倍率是这个，可不可以？但这个是一加上这个，所以它至少会放大几倍？至少会放大一倍，可以吗？那最小倍数什么时候发生？一倍什么时候发生？一倍就是什么？那 RF 等于多少？零吗？那 R1 随便嘛，可不可以？可以吗？是不是？所以有极端的情况，你接好 ，RF 拉大为零，这是 short， 可以吗？那 R1 是不是随便？那这是废物嘛，是不是？废物干脆怎样？就不接了，就把它丢掉，对不对？不接就是无穷大嘛，是不是？你接个两欧姆也可以，随便你。但是两欧姆占地方嘛，是不是？就把它拿掉，是不是？最有一种极端接板是什么？把它拿掉，先专注啊。Feedback 直接接个 short 回来，可以吗？这时候 K 就会是一，对不对？就会把这个讯号做放大一的动作，可以吗？放大一有它的意义，可以吗？等会看，对吧？会把它放大一，可以吗？因为需要说要它要做别的处理，要做放大一。然后后面有讲到这个图，好不好？那这是 gain。好，那我问你哦，那有了这个正向放大，还有那个负向放大，我就可以做什么器？就可以做减法器。因为这个本身是一个线性电路，可以吗？那线性电路就可以符合用 super condition。什么叫 super condition？ super condition 就可以输入很多讯号嘛，对不对？那 output 的线性讯号是什么？一定要 combination， 对吧？那我可以把什么？我可以把反向放大器跟正向放大器混在一块，可以吗？我把它部分的讯号做反向放大，部分的讯号做什么？正向放大就可以做减法器，对不对？那我可以做加法器，怎么做加法器呢？我可以把讯号有没有全部塞在一个端点，对不对？把很多讯号全部都做反向放大，或全部都正向放大，那我就把它加起来，可以吗？所以它可以做减法器，可以做加法器，可以做自己的放大器。好，大家后面图，好吧？那只是说，主要如果做纯正减法器的话，这边要调整一下，哈，因为这两个 gain 放的不一样。好，那我看 voltage follow， voltage follow 长成这个样子，就是说极端的 case 有没有？我知道那个 gain 是多少？这个 gain VO 是等于一加上 RF 除上 R1 乘上 VI， 可以吗？那如果这个 RF 是零，那这边是无穷 ，R1 是无穷大，可以吗？就接着长这个样子，那这时候这项就不见了，所以 VO 会等于什么？这是 short， 这是 open，VO 会等于 VI， 就接成这个样子 ，OK 吗？那这个时候 VO 会等于 VI， 那这用途在哪里哈？它把它做一倍放大的答案，可以吗？
那通常什么时候会把需要都放大一倍呢？就没用，还有用它可以做一个这个 impedance 的 transform， 好、哦，就是这个 impedance 你大概看哈、哦。那另外看的时候可以做这个 delay， 有点浪费，好不好？就是你想把这个讯号有没有传给下一做一个延迟，可不可以？假设要做延迟，好不好？那你可以啊，这里一定要反应时间，好不好？这讯号就会有一个延迟，可这有点浪费，好不好？那在数位讯号的时候，它会做延迟，但它是用那个，它不会这样做，还有一个简单的这个 inverter 或 buffer 就可以做，好不好？偏远，这主要在做通常做 impedance 的这个 mismatch 的时候，我们要看这个情况哈。这个放大一倍的时候有没有哈？它到底为什么是要放大一倍？举例哈，假设现在有两个例子，有一个 case， 就是说我现在就有两个设计者，就是有一个人设计这个，一个人设计这个，是不是？那我原来是没有这个的。对，那我有个设计者有没有哈？我说设计说，我希望把我的 output 给你，可不可以？对的，我希望我说我给你 BI， 你就拿到 BI， 我希望好不好？对的，假设我没有接这个，是不是？假设我今天设计一个 BI， 不知道你拿到 BI， 你拿不到 BI， 可以吗？我给你 BI， 拿不到 BI， 为什么？我今天假设我有个顺序，好了，我给你五特，你要拿到五特，对，是不是？这样这一块拿不到，为什么？因为在设计这一块的时候，我们看这一块，这一块本身一定会有个什么，一定有一个代位零点二电路，懂没？这一块是不是看成一个代位零点二电路？对吧？这一块，先看这一块，这一块啊，我觉得一开始这样接，一开始这样接，一开始这样接，开始这个就是分开了两个设计团队，有没有？把它勾起来，是不是？设计出来，说它的 output 这个 VI 要给这边的当 VI， 各位，那就回去自己去做了，各位，回去自己做完了，是不是？但你说你要给我 VI 哦，是不是？哦，那有的设计团去做了，做完之后他把它接上去，对不对？是不是？他本来设计的时候，他如果没有考虑到后面，可不可以？他只会看我这边有五伏特，是不是 ？output 有个五伏特，但是 output 五伏特他其实拿不到手上，为什么？因为这 output 就会变成一个，先不看这边的话，是不是？那这边已经看成一个戴文这条电路，戴文会什么？它会有个什么？它的 RTH VI 好了，它这边是有个 VTHI 可以吗？这个电路本身是一个戴文这条电路，可以吗？不管它怎么设计，我可以把它看成一个戴文这条电路。那我希望把这个电压给它什么？下一级是不是？对不对？那我当时在设计的时候，我戴文的电压是戴文这条电压是 VTHI。是不是？那你下一拿到这个 VTH 拿到呢？拿不到，除非有情况拿到。什么情况？假设这个下一也会有代理，可以吗？假设下一我们这边就一个负载，好不好？那就看到下一有负载，对吧？那负载绝对拿不到这个 VTH 来，为什么？因为它被分压，为什么？因为它是什么？它是有内阻。因为它有内阻嘛，第一级这个 four stage， 它一定会有内阻，各位，它内阻一定会跟这个做分压，所以这内阻多少？这点可以吗？那它所有的供应电压都会给它，各位，它设计出来的所有电压全部灌给它，各位。但是有时候这里又有内阻了，所以你设计没有内阻，可不可以？就算这边设计没有内阻，下一级还会出问题的，可以吗？你这个还要往下一级走。所以很麻烦，可不可以？那通常家居设计太麻烦了，你每次要顾虑什么？我这边的代位零点要变成多少多少，是不是？我就没有把它分出去，对不对？但是我加了这块，我今天把它加了一块，中间加了一块，就是我必须 follow， 这是改变阻抗。假设我这边去看，这边就把它接起来了。假如这边有个 VI， 假如这个 VO， 对不对？我不管这个长什么样子，这个长什么样子，这个 VO 因为等于 VL 来看的哦。这是正，这是负，是不是？这个分析电路有没有？这个其实会把它做什么放大，是不是？那为什么他这个时候不会去看，他不会看到下面这边的内阻？为什么？因为这个先进去，他会先看到谁？他会先看到这个 OP， 可以吗？
对不对 ？OP 的电阻多大 ？OP 刚刚看进去电阻多少？是无穷大。所以就算这边有电阻，是不是？它的电还会分给谁？也会分在这边，可以吗？因为 OP 的电阻是无穷大嘛，是不是？那这边是有代名词，它会有个 RTHY， 对不对？然后这边会有一个它的 VTHI， 对不对？那这边有个内阻，无穷大的内阻，是不是？是不是跟它串接？是不是？根据分压定律做，电压会快在哪里？会快在上面，可以吗？所以这个电压不会受到这边的电阻影响，可以吗？因为它已经先看到有无穷大的电阻了，可以吗？它就直接给它，可以吗？就可以吗？好，所以它这边看进去会看到无穷大的内阻，可以吗？我们来看这边，好，可以吗？那这时候呢，它是供一个电压给它，是不是？那这时候这个内阻也不会产生电压，为什么？因为它是往回头看，是不是？这个本身是不是有个等效电路，可以吗？这个本身也可以有个等效电路嘛，可以吗？有个等效戴维尼嘛？这戴维尼内阻多少？零嘛，因为 OP 的 output 的内阻多少？它 output 的内阻是不是零 ？OP 的 ID output 的内阻是零嘛？可以吗？所以这是我电压会跨在什么？跨在这个内外阻上面，对不对？所以它是转变什么？这个本来它的内阻是不是？这边看到前面的内阻，等到这个接的时候，它会看到前面一个内阻，是不是？它让后面这个人看到前面内阻变多少？变零。所以说我电压会给到后面这个人，可以吧？那如果这个人直接接它的话，会看到什么？他会看到下面有一个有内阻，对吗？所以他供应的电压为什么会用分压跨过去，可以吗？但是我加了这个之后，这个人会看到一个无穷大的内阻，所以电压会全部给下一级，这个他的下一级。那这个人有没有会看到上一级零的内阻，所以这个人 output 会全部给什么下一级，就要转换他的阻抗，可以吗？所以在impedance 如果 mismatch 的时候有没有会用做这件事情，会加一个 voltage follow， 对吧？就是说，因为有时候你设计的时候，假设你没有考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有没有两个怎么做有没有答案都不对，对不对？就把它拿掉了嘛，怎么接都不对，对不对？那可能就加一个这个，要钱好不好？就再加一个，就加一个会让它这个 mismatch， 这是最快解决的，对吧？公司的把设计好好的，有没有做 V I V 又讲的好好的，对 impedance 也设计好好的，不然就哪个出少。出了问题就感觉这样加的是最快的，你又怎么样怎么做？然后他本来就准备这样去设计，这可以吗？我们讲一次，就这个看进去的内阻看到一个无穷大，所以所有这边的电压全部跨在上面。这个看进去有没有？它的内阻是多少？无穷小，所以这边的电压全部会给它，好吗？哦，这是波粒发热用途。哦，这个上次教到这边了。我上次本来想说我不会多教的，我上次教一教才教26页，那我说本来今天不录影的，那今天就录影的话我们就往下教了，好不好？看今天可以把它教完，我们只要教到这个8:30，好不好？哦，因为我们明天一定要全部教完，不然就下礼拜要才能教完的。明天要把第六章全部教完，下礼拜是要考试的。如果礼拜二教完，礼拜四考试。这个过年还没到，是怎么就先给这个同胞了？是吧？太精彩，好不好？哦，那这可以吗？我继续发了。说我们有这个反向和正向的，是不是？那我们来看这个一个例子，就是我今天有反向有正向，有没有？我现在是这个例子哈、哦，你看我接法还是这边是反向，可不可以？但接个电压。在正向接的电压，反正反向方向这边是要接零的，正向方向器这边是要接零的，可以吗？那我们这样直接，我们看怎么分析哈。那这个分析有没有？第一个你可以硬分析，硬分析就是说，我就去写 K 线有 KBL， 也很快，可以吗？哈，但是我建议不要这样做。你怎么分析呢？因为第一个这是你进去不要这样画的，进去这边是零，你不要抄我不会这样分析，好不好？哈，这样太累了，这边是零。对吧？那这两个是要 virtual short， 所以这边是4伏特，这边多少？这边是4伏特，是不是？那就分析完了，是不是？
可以吗？这位，这边有 K 线，有 K 线，有 K 线有这样流过来吗？你就知道 VO 跟这个这些的关系嘛，可以吗？但是我可以不要这样去做，我可以用这个 swap position。什么叫 swap position？ 因为这是两个电压源，我可以先买一个 turn off， 算一个，再 turn off 另外一个去算，可以吗？我们来看第一个哈，我用第一个那个 node energy 我讲完了，还省略了 swap position 有没有？我去 turn off， 我 turn off 什么？第一个 VO1 是把4伏特关掉，留下6伏特的答案。VO2 是把6伏特关掉，留下4伏特的答案，可以吗？两个加起来就是 output 的答案，可以吗？是可以哈。好，我来看哈。第一个，如果我把4伏特关掉，这边是不是 short？ 可以吗？那 VO 等于什么？这是什么 ？Inverting amplifier 可以吗？ VO 就是什么？十除以四乘上负六。这个位，这我们刚刚学的，有没有？这个第一个是什么 ？VO 会等于六乘上负的 RF 除以 R1， 这就是 RF， 就是 R1， 可以吗？好、哦，这是 VO。那第二个呢？第二个是把这个关掉。关掉就 short， 那这是什么？这是 non-inverting amplifier， 然后等于的 VO2 会等于什么？四乘上多少？一倍加上什么 ？RF 除以 R1， 这是 RF， 这 R1， 这前面的式子哈，我不会再写一次了，可以吗？那这两个加起来就是答案，可不可以？这答案就变成什么？会有一个快的话就变成什么 ？VO 会等于什么 ？VO 会等于负十除以四。到六加上一加上十除以四乘上四，明白哈？完全数学不进去的，好不好？那这个可以这样去算哈、哦，这只是个例子哈、哦，你可以说我计算，不用去分开分析。所以说你要记得那个什么 ，inverting 的是什么？这个，然后 inverting 是什么？各位，就差这个。差这个一而已，哦，这个要记得，这是要记的，好不好？不记就要分析了，好不好？那就加起来这个答案，可以吗？然后这个，然后这个时候可以做 summing， summing 哈、哦，它这个做法是做 inverting 的 summing， 把所有的讯号做 inverting 都是 summing， 怎么做呢？哈、哦，而 summing amplifier 的意义就是说，哈、哦，它是一个 op amp circuit， 有没有 ？That combines several inputs。And produces an output that is the weighted sum of the input. 你可能把这个讯号每一个人做一个放大，把它加起来，可不可以？可能放大有个放大一倍、两倍、三倍，把它加起来。那我可以先做一个反向的放大。好、哦，那这是一种做法，好不好？可以这样做。你把这个正向的接地，反向的有没有？假设你把这讯号三个讯号要做加，各接什么 R1、R2、R3， 可不可以？然后接到这个 RF， 可不可以？把它加起来，那我们去分析这个电路。那这个用答案为什么？哈，我刚刚给你讲的结论，结论是什么？一开始这两个先不看，各位，先不看就变成什么 ？RF 除以 R1 乘上这个负无一万，对吧？加上 RF 除以 R2 乘上负无一 two， 再加上 RF 除以 R3 乘上负无一三，对吗？我们来真正分析一下，真的是这个答案，好不好？以后就不用再拆解一次分析了。为什么你先做这件事情，你要做这个 swap position， 我要不说 swap position 上前，我说我现在先把这个，这边是有个 R1， 那记得这边是接地哦，这是 RF， 这是有个 R2， 这是有个 R3。啊，这是 V1、V2、V3， 是不是？你说不进去，第一个是要接什么？第一个是要把这两个 short， 对不对？哦，我说 short 的话，我们刚分析的时候是要长这样子的，答案是 R 除以 R1 的，对不对？是不是？但是我现在多了这两个了哈、哦、，R2、R3， 我说这两个不会影响。第一个是把它 short， 可不可以？大家看哦，这边是不是就 short？这边是零，那所以这边是多少？这边是零，对不对？因为 V
波就 short 嘛，是不是？这个不接地吗？所以这两个 R2 R3 会用。R2 R3 不会影响这边的电路。为什么？因为我这边 short 了嘛，可以吗？我先说过混进去是不是 short？ 那这边是零，这边是零，所以这边不会有电流了，不会。这边不会有电位差，所以还是跟原来接法一样，好吗？对，各位。我说我们原来接法，这个接过去，是不是会答案是这个？会等于这个吧，是不是？对不对？但是我刚刚是接了有一个接的 R2 嘛，是不是？还有接了什么 R3 嘛，对不对？那我说回去，这边是要变零，这边是要变零，各位。我先算这个答案了，可以吧？那算的答案这两个其实不用看，为什么？因为这边是零的零啊，因为能接 short 嘛，这边是零，这边零，这边都有定位。电位差这边不会有电流，对吗？所以这两个会丢掉，所以答案还是多少？还是跟这个原来接法一样。所以第一个呢，所以电就变成什么？你的 output 就会变成是 RF R1 负的 V1 减掉 RF R2 V2 减掉 RF R3 V3， 本来就前面的公式而已，对吗？它就会把它加起来去做，就把这个序号乘上 RF。除以 R1 的负的倍数，加上 RF 除以 R2 负的倍数，再加起来，那这个就是summing，这个加法器，你可以把它做这个微镜上。那如果你要做纯粹的加法器，有没有？好，这就最后答案了。这时候我就洗头，还乖乖去洗头，还是洗的好。因为只是你说写这个，你只要把这拿掉看，所以它如果这个出来。如果你要真的做加法器的话，同一个倍数的话，就是你这个 R1 除以 R1 要等于，这 R1、R2、R3 要一样，对吧？那就可以做真的加法器，就不是微镜上，对吧？好，这 OK 吗？但是这个反向，各位，假设我不想做反向，可以来做什么事？你还可以做什么事？假设我加法器不想做反向，你还可以再做什么事？你看这个，再接一个反向放大器就好了，对不对？你再凹不能接一个反向放大器嘛？翻盘是不是在做？正的，对不对？那就当时凹不的段，再接一个反向放大器。如果不讲做反向的话，但有时候可能会用到反向哈。然后这个还有八分钟，好不好？大家撑一下，好不好？看看明天可以早点下课，好不好？不然明天不知道几点才下课。明天也是要交完的啦，好不好？明天那个七跟 L 四十几页，明天也是要交完的啦。那我记得今天几页？今天四十页还是几页？是四十页。对，拜。如果今天没有录影的话，就惨了，好不好？我明天交完，还要再把那四个留下来，再继续交这个。我们尽量教开始教多一点，好不好？因为后面的还简单，这后面都很简单的，就前面的四字。好，那我们这个时候算这个，找来练习一下好了，好不好？那个怎么这么精彩的？找来练习一下好不好？这个我们会算的，他要算这个 VO 跟 VO 是答案多少？这有没有回答的？有没有直接算的？我们一个看嘛，是不是？第一个，你不知道它接在 inverting 是不是？这是接地。如果你要真的分析的话，这边就过去 short 不会，这边是零零，对不对？但是如果你背公式的话，变成什么？我可以弄出个position，我是把这边 short 上，对不对？那这边 short 这边是这边就等定位，这边不用管它了，可以吗？是不是？其实就把这边拿掉了，各位。第一个答案是什么？十除以五乘以负的，再乘上负二，对吗？加上多少？十除以多少？二点五乘以负一，是不是？哎，大家没有机会，对。你要举手，老师就把你名字登记起来，可以吗？这个就是非常认真，对。下学期再来一次。你要举手啊，好不好？不然以前老师都会，虽然我都不敢说会加分，好不好？那个期末不知道会不会加分，老师就把它登记下来而已，好不好？登记下来可能就是说，这个虽然回答很多，但是考试都考不好。现在还要再多加磨练，没有了。你要举手回答好不好？好吗？后面越来越有机会回答了，好不好？
前面还有机会回答，后面大概没机会回答，因为后面更乱，不是更乱，好不好？要想一下，这边吗？这是算出这个 VO 了，对不对？对不对？它要算 IO， 那 IO 怎么算？有没有举手了？不用给我算答案，可以给我说减谁减谁就好了。IO 现在要算 IO， 流出的电流会两个流，有两个电流流出去是有两只，是不是 ？IO 会不会算 ？VO 是不是算出来了？你们有没有回答的？不需要回答。然后 VO 再减减掉零了哈，那对，那个 VA 多少？零，很低的，就结束了，可以吗？所以很简单，你这个 VO 算完，就是这个减这个算出来吗？这减算出来吗？所以你该写的时候，一开始反正写零零嘛，是不是？这边就是零伏特啊，你就会记得在图上面做图啊，你记好。下面再找好了，好不好？好，这个可以用 Super Voltage 去做，好不好？然后再来是 Difference Amplifier 减法器，减法器大概接法是这样接。如果哈、哦，我照把针接地，是不是会作为一个反向放大？放大倍率是 R2 除以 R1， 对不对？乘上一个负，对不对？那我把针直接接 V2 可以吗？假设我不接这个，各位，不接这个，可以吗？它是会做一个正向放大，那两个可以触碰回去加起来，对不对？但正向放大倍率多少？一加上多少 ？R2 除以 R1， 这两个倍数不一样。各位，这两个没有真正相减。各位，假设没有接这个的话，可以了。我再讲一次，因为如果真不接这个，对不对？这边是正向放大，放大倍率是一加上 R2 除以 R1， 然后这个是反向放大，是说 R2 除以 R1 负的，可以吗？这两合起来。哦，或者是什么，就会一加上 R2 除以 R1 再乘上的 V2 减掉 R2 除以 R1 乘上 V1， 可以吗？这两没有就减法，它做微体的上，可以吗？因为两个位置不一样，各位，是不是？那前面做这些动作是要做什么？就是要做微体的，可以吗？就要一样，为什么好？因为这如果直接放这个 V2， 它的放大倍率是会比它多，是不是？所以它把这接了一个什么？电阻可以吗？这个电阻看起来是串联哦，为什么？因为这边是零，是不是？这边是零，所以这个是一个串联，是不是？所以这会把它做分压，可以吗？虽然这个倍率比这个倍率比它大，可以吗？但是做了分压会把压怎样？电压去压下来再放大，只要两个 R1、R2。R3、R4 的选择方式差不多的话，就会得到你要的答案，可以吗？都可以哦，对不对？所以我们来算一下这个哈、哦。我们先来算斯波普积训的哈、哦，不要写这个好吧？这个太累了，好不好？没事写这个。哇，第一个哈、哦，我们先看这个 VO， 可不可以？假设我把这边这个 short， 可以吗？把这边 short， 因为说我不继续嘛，可以吗？第一个是不是 V1？ 这边 short， 这边是不是 short 了？所以这边是接地，对不对？这边接地，所以这边应该是零，这边是零，可以吗？这个位，这个位，因为这边断路嘛，是不是？那这边是不是接了地？这边没有电压，好不好？所以这边是零电位，零电位，可不可以？因为这边断路嘛，所以这边没有电流嘛，对不对？假设这边有电位差，会出现什么问题？我讲第一个就是说，我要说我们进去算的好不好？我把这个就舍，是不是？对不对？这边是零零，对不对？是不是？我说这边一定是零，一定要是零。为什么？如果不是零，会发生什么事？如果不是零，表示这边有电位差，是不是？另外是不是有电流？那电流就会这边会有电流，对不对？那自然这边就会有电流，对吧？因为你可以泄流嘛。这个呀，所以这边要是零，各位。那因为这边是零有什么好处呢？因为这边这件事情的话，就可以直接用什么 inverting 的 amplifier 电去算这个答案，可以吗？这可以哈，这第一道可以吗？我再讲一次，我
我要说我们的运算，我先把这个 turnover 去算这个 gap， 再把这个 turnover 算这个 gap， 把这个 turnover 这边是不是 short？ short 这边是接替了，所以这边是零点位、零点位，可以吧？那我跟你讲说，这边一定要是零点位，因为假设这边不是零点位，表示这两次的定位差，定位差这边不管它是正的或负的，可不可以？这边就是产生电流，而且这两个电流是同向的，可以吧？R1、R3、R4 会同向，因为这等电位嘛，这个电位是一样的，可以吗？所以这样，这边同向的话，表示这边一定有电流，不是有进流出，可以吗？但是不行，因为这边电流多少？零，所以这边找到零，非常好。所以这边零是零，那是零的时候有没有？这边 short 就可以用什么 ？VO1 就等于 R2 除以 R1 乘上负 V1。哦，这第一个，谢谢大家哦。VO1 哈。对的，负的 R2 除以 R1 这是多少 ？V1 可以吗？哈，我差点要去那个那边白板查，我发现那边不能查。那我现在把这个 short 可以吗？接起来可以吗？那我们来看这个 short 了哈，各位，这 short 好，那我们一直 DI 多少？啊，电话。我学生找我，等一下好，吴俊华，等一下，我才上课，我大概四十分上去，好不好？好好，拜拜拜拜。学生现在找我，那老师多操，对，多坏，对不对？我把这笑了，对不对？对不对？这边笑了，那这边多少？你不要跟我说顶了，会被打死，好不好？因为这是有个 VR V 的，那不是这个电压可能知道。为什么？因为哪一个？快点，你快，你不是回答可以吗？因为就是是哎、欸，好这样。因为这边电流是零，这边是零，对不对？对，就是一个串。对，这就是串接，各位。对。所以这是有个分压。分压是。是不是？对。分压就是多少 ？R 四加 R 三分之 R 四，可以吗？好。所以我们写好这个电压多少？像这个 VB 好。VB 就是 V 2 R 三加 R 四分之多少 ？R 四对，是不是？好，大家看哦，这个是接地的，这个是有电位，是不是？对不对？我们当初怎么算的？我们这是接个电压，是不是？当初一开始，那有没有 TM modify 嘛？这个是接个电压，这边会把它放到多少倍？一加上 R 2除以 R 1可以吗？所以他会把这个 RBBB 可不可以 ？BB 哈，再放到多少？一加上 R2 除以 R1， 那就是 VO2 可以啊。对各位，我再讲一次，这个就是那个当初那个 V in 好不好？各位 ，V 就是这个端点的电压嘛，懂没？他把这个端点电压放到一加上 R2 除以 R1。可以吗？所以怎么做呢？我把它秀了之后，我可以立刻知道这电压。为什么？如果这边不是零，我还不知道，对不对？但是因为知道你这边是零，我就知道什么？这是所串接，串接可以分压，算这边电压，对不对？那电压这边自己都知道的话，前面不是那 meeting amplifier 是不是 gain 多少？是一加上 R2 乘上 R1， 可以吗？所以就是这个电位乘上后面这个答案，可以吗？哈，所以各位，最简单的做法。你把这加起来，我把这加起来就是你答案，可以吗？哈，好，现在在这边，好，这个我是偷懒到极致的，好不好？可以吗？哈，加起来这个是正的，这个是负的，可以吗？前面这个就是分压，可以吗？就是我刚刚讲那个 VB， 可不可以？就是那个原来那个 gain， 然后 inverting 的 gain， 这是 inverting 的 gain。这个要好，那这个出来之后，他再做整理一下，有没有哈？这等回家整理了，好不好？他就是要把 R2、R1 找出来，各位 ，R2、R1， 把这边提出 R2、R1， 就可以吗？然后这边可以变成这个形式，好不好？那出来是什么 ？R2 乘上 R1， 这边乘上一项，减掉后面这一项，可以吗？现在如果我要让它真的是减法器，我就要像这样子啊，这样是一，可不可以？变这样子，变就会一，
一样，因为这边没办法叫，这个 get 是 R2 除以 R1， 对不对？我去调这个 get， 那我们其实只要 R2 比 R1， 不是 R1 比 R2 等于 R3 比 R4 就好了，对不对？就是 R1 除以 R2 等于 R3 除以什么 R4， 你这边就会把它做什么？做两个相减之后，一个放在一个倍数是 R2 除以 R1， 那就是真正解码器了，各位。那这样做解码器，就让四个样，你可以让四个电阻这样，这电阻都一样嘛，是不是？那其实就一倍的解码器 ，OK 吗？对吧？这个设计的，那其实如果不想这样看，可以这样看，好不好？算了，就这样好了，找自己麻烦干嘛？可以吗？哦，这个就是一个减法器。哦，这个分析不要去，真的乖乖的去这个做什么 K 线 K V 哦，太累了，好不好？太辛苦了，好不好？现在都用手算了，还做 K 线 K V 哦，好不好？那用眼睛看，用眼睛看，可以吗？好，再来。所以 difference simplifier 这边讲最后结论，好，这边要下课了。哦，当这个 R1 投票表相比例的时候，是不是？那这个有个含义哈。当这个 R1 就这个比这个比这个 open 等于什么，如果 V1 等于 V2， 对不对？如果 V1 等于 V2， 好，那它就叫 reject common input， 因为它其实 open 最后答案是什么？最后答案应该是这个 R2 除以 R1， 它是谁减谁？谁在下面 ？V2 减 V1， 对不对？它是真的，对，是不是？对吧？所以那个放大力其实怎么放大呢？它把 V2 减掉 V1 再放大，可以吗？所以它放大了什么东西呢？放大它们两个差值，可不可以？叫 differential amplifier， 就说它放大这两个差值，不是各自放大。它如果两个长得一样的话，这个放大器就消失了，可以吗？就不会放大。这常会用到好叫做 reject common input， 我叫 differential amplifier， 它放大是放大两个差值。那这是让它都一样，好不好？就真的是 reject common input。然后这个是什么？放大这个 difference， 应该说 difference amplifier， 就放大它两个差值。好，然后再来，这不应该这样讲哈，我改一下讲法。当它的放大倍率是一的时候，可不可以？它的目的就是什么？两个 input 进来有没有？它把它两个相同的 input 丢掉，就你觉得 common input， 如果两个都是一的话，是的 ，R1 R3， 对啊，因为那个就变一啊，各位，好，那就这个，就 difference 不白。那如果是两个，如果是一的话 ，gain 是一的话，就变成什么？就变真正的减法，真正减法器，对吗？那这个是把它的差值做放大，这是做减法，对吗？有时候你可能要把差值再做放大，有时候只是做两个讯号相减而已。哇，这个是到这边就好了，三十四还有多少？差不多了，明天应该教得完，好不好？好不好？明天教得完了，明天老师早点画好了。哇，那个后面比较简单的，好不好 ？C 跟 L， 我明天要教完，好不好？哦，所以明天如果要带变量来吃，就带变量来吃，应该很快就教完了。哦 ，C 跟 L 还好，哦，因为还没进入那个 first order。好，拜拜。林凯翔录完了。你还录完了？啊，你把它分成两段好不好？所以有个上段，第一堂、第二堂，好不好？是不是有分两段？它很大，对不对？你断掉了没有？断掉了吧？你现在断掉了，我已经结束了，不要再继续录啊！要记得存哦。